的营运渐入佳境，去年11月份、12月份的营收连续站上了这个亿元大关，第四季的营收呢3亿元创下新高。法人表示，南光社会于日本、中国大陆和美国市场订单加温，它的外销占比将会提高到20%以上，也激励了全年营收成长，全年营收成长的幅度上看2位。